5年来，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94.5万起，全国单月立案数同比连续8个月下降，受骗损失金额下降近30%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。特别是2023年7月以来，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取得重大战果，4.9万余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，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4大家族犯罪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，白所成、白应仓、明真真、魏怀仁、刘正祥、刘正茂等重大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到案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和严惩。还是那句话，犯我中华者，害我国人者，虽远必诛。